无耻餐饮主管杜文泽，搭档无赖大堂经理郑中基。你可别扭，要是达不到指标，我们就全部被炒鱿鱼了！救命啊，肥牛啊，救命啊！这样的酒店还要救吗？糟糕！哎呀，超欠揍剧情，超爆笑喜剧，今年最无厘头搞笑剧，周日黄金档《白星酒店》，10月13日卫视电影台爆笑首播。